螺丝菜、宝塔菜、葫芦娃，你们又整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啊？咋吃啊？不是啥菜在你手里都现手捏来的吗？对呀，就你这厨艺是吧？啥时候不好吃呀、啊？评论区的哥哥姐姐都说你炒的菜好吃，那你们这样说，我不露一手都不行了。是要露一手了。今天我们吃酱腌宝塔菜。这也太难刷了。师傅，你这牙刷是什么牌子的？刷起来好得劲啊！啊，牙刷中心买的呀，不刷的，难怪有口臭。不刷干净点，等会又腌的。啊！我肚子要疼起来了，你们先刷一下。这屎尿都刷的，它就变成我脸刷了。不愧是一个师门的，两个都这样。把火烧起来了，做这个腌菜，这个油一定要比咱们炒菜多一倍，再下入这个香辛料，小火爆香，炒到这种焦焦的，香味全部激发出来之后，把这盘都拿出来，加入两勺的生抽，小半勺的老抽，这个醋一定要多放一点，放了一勺满的，金盘、盐、味精，再加一勺的清水。把火加大一点，料子一定要给它熬开，再放凉，这样泡泡菜才不会坏的。罗丹，把宝塔菜拿过来。好的，师傅。放姜蒜片、小米辣，再把这个料子全部倒下去，给它全部搅拌均匀。把坛子端过来。还没好呢，又腌制几天呢？那你端上桌干嘛？就是嘛，真是。啊！哎，锅里发水了，还没腌好呢。我感觉可以吃了，我把它请回去了。